接下来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密说般若啊。那前面所说的是显教啊，就是如来说法立身，它有显说跟密说。 那经典里面，只要是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白，让众生有一个准则可以这样来修持，这样叫做显教。那如果不讲这么详细的解释，只有叫你要如何的加持用功，这种叫做密言。那显说就是经文的部分。 密说，也就是咒语的部分。那这个地方讲到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它本身就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讲的是经，它虽然是显义理，那咒是宗秘密。其实经跟咒两个是结合的。如果你用 这个呃经所显的这个义理下去修行所完成的，并不是文字相，也就是持咒所到达的境界。所以义理是可以来阐扬，可以来解释，但是密语的部分就不需要解说。那总之啊，显说是以语言文字来把这个道理说的明白。 让众生由听闻而可以启发你的悟性，以这个办法下去修行，终究会开发智慧，也能够灭除烦恼障。众生呢，就是在起心动念之间呢，总是无法去了解真正的实相，所以呢，在一念贪这个时候就起了烦恼了啊。那密说，也就是咒语的部分。 虽然他不把内容详实的说说出来啊，所以没有明示于人，但是呢，这个是诸佛菩萨的威力加倍，所以他有秘密的功德，有极大的神力。所以，如果你至心啊、至诚的持诵，也能够获得不可思议的利益。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，就是能够增长智智慧。 消灭罪业障啊！那为什么前面用烦恼障，后面用罪业障？其实烦恼是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，那起心动念一念之间呢，就开始了有想法啊，那所以会产生一些所谓满足不满足的问题，所以有烦恼障。那你持咒的话，因为它咒语本身并没有赋予解释。 但你持咒语持久了，自然就定进入了某种定当中，所以这个烦恼的习气就不在扬起。那这个持咒的过程，因为这个是诸佛菩萨秘密加持的语言啊，这不再讲。所以你自然在这个持持的时候，也能够得清净，所以这个罪业障能消除啊。那成就当然会成就。 福言跟智言，就是呃上一堂课程里面有讲的，在福上面的开发完成，跟智上面的开发，所以如果能够呃烦恼障也没有了，罪业障也没有，那智慧现前的时候，自然就可以弘法度身。啊，那这些都是达到真正佛要教导众生的。 呃，这个层次啦啊，所以佛呃佛陀在说法的时候，他有显密兼施啊，所以有的经典呢只讲显的部分，也就是道理的部分；那有的经典会把这个咒语放在里面，比如《楞严经》里面有楞严咒，《药师经》里面有药师咒，《弥陀经》里面有往生咒，《心经》里面也是一样，有后面的心咒。 那这是看人的根气相应，但然事实上，你说我光持这个咒，其实你对整部经一定也会有一些深入的探讨。最后总持是以这个咒来总持，那整部经的内涵有没有会归呢？其实是有的啊。所以显功该于密德，密德彻乎显功，也就是这个显教它的功用啊，其实。 啊、呃，总持回来，也就是这个密的德，最后你要显阳的是这个部分。那这个密呢，密言啊，这个密德特乎显功，也就是要把显教的啊显、呃、说的这些教理完成你的修为，所以最后总持到这个，就像说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意思一样。那整部《弥陀经》跟所谓呃呃。呃 无量寿经所有的内涵，你完全融会贯通。最后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其实就是总持，这样意思一样。念佛号、念持咒，就是有它的啊这样的全面涵盖啊。那很多人会在这上面有一些想法，其实呃放下想法吧，你好好的，好好的持，好好的念，好好的修，那个是比想法还来得实际啦、啊。 啊，所以，呃，现在就要密说波蕊，啊，那事实上也就是密归显功啊，然后显密互摄，在这个经文的背后，就是这种意思。那众生呢，是因为根性各个不同，所以如来就显密并施，有应当用显说来让他得利益的。 那就有显说上面，那有的呃，就是用显说来带引他之后，或许再加上密说，让他更能够在这里总持而增上，所以就会呃，如来也是会有这个密咒的办法，让众生能够摄取啊，所以坚持显密二种而获利的人呢。 他就会在显说之后加上密咒的这个奉送的持守，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各各式和众生的机宜啊，那各种不同的修持所,所所开导出来的方法啊，那事实上佛多么慈悲，就显密并说无机不备啊，本经也就是心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 那就像说，大家要读《楞严经》，其实不容易诶，楞严经》呃读下来要八个小时，八个小时啊、哦。那《楞严咒》呢，哎，十五分钟就可以了啊、哦。那一样啊，这个如果你能够进入深深的定里面啊，那也是无漏大定啊、哦。那这个上面就是看众生啊，众生怎么去相应。 那以这段经文详细来研究，其实它的含义是通上又通下，也就是呃，通上就是前面的，从观自在菩萨一直到故知波若波罗蜜多就是劫叹显说波若的功用，它具有如大神咒一样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啊，所以这事实上呃，从上面。 到这里来是会归那意思上是说，哎、呃，前面的这些经文讲到这个佛菩萨都是依波瑞而究竟涅盘，都正菩提的。那所以呢，故知所以知道这个波瑞的功用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它不是语言文字哦，也不是数量，也不是大小。所以以下举它。 就如同这四种咒的功能，最主要是结叹啊，也是做总结来赞叹它。就说啊，这个波若波罗蜜多啊，就好像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它的功德是一样的。那如果再把这个四个咒语它的意义，我们来了解它，那当然也能够分配在经典里面。 那经论里面讲到这个咒啊，前面有讲显说嘛。那心无挂碍，没有恐怖颠倒，这个就是大神咒。如果你的心没有挂碍，你没有恐怖颠倒，那是不是好大的威德力呀、啊？你就不会害怕了嘛。那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是大明咒，就让你很明白，你不会有颠倒梦想。 如果所有一切都能离得很清，还有什么好害怕？怎么还会颠倒？啊，所以这个也就是大明咒。那能够就近涅槃啊，那这个就是无上咒，因为能够就近啊，那是没有比这个更更高、更殊胜的啊。那清正实相波瑞就是无等等咒啊。这这个所谓修行，最后这部经来讲啊啊，就是实证嘛。 也就是诸法实相，啊，就是实相波雷，就是无等等咒。那这个里面，呃，如果能够融会贯通，把这这部心经里面的一切，都在行住坐卧当中懂得如何修行，那自然呢，也能够破除无时无明了。那别释的话，我们再把一句一句别释啊，分别来了解它。 大神咒，神就是有妙力无穷，就是吼咒咒这个神力有这种力量，所以能受持受持者就能够驱除烦恼魔，解脱生死苦，所以故名大神咒。当然呢，这中间呢，我记得在讲的课程里面有讲到，呃，这个有一个所谓的董事长啊，那他呢？ 啊，四处去旅游啊，那后来好烦恼啊，有没有啊？你们不记得，有人记得啊、哦？好烦恼啊！那因为就是拿起心经来呀、啊，呜呜呜呜呜，他就是有有有有有，产生了内心的极大冲突，于是乎开始去研研究它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大神力，呵呵对不对？ 所以，光你宋持的时候，就引发你对于自己烦恼障的一种思维，那有发起主动的意愿想要去探讨它。所以，光这个经文看起来似乎没有怎样，可是为什么就产生这么不可思议的这种这种力量？我们也常听说，有的人他就是恨烦恼，大家都知道他执着，他自己也知道执着，然后呢，他就知道破除执着的经叫哪一部。 叫《金刚经》，于是呢，他就一直持诵《金刚经》。那《金刚经》读来读去都是须菩提问佛回答，两个对谈对谈。他其实真的不懂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含义啊，那只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可是，一直读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自己有好多很奇怪、很奇怪的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存在心里。 那边读边哭，边读边哭，就一直内心喊着：“我真是愚痴，这个没有必要，何必这样呢？何必这么烦恼呢？那何必如此呢？”边读边哭边，其实他没有完全了解《金刚经》在说什么。那最后还真的放下呢。所以这个读诵也真的是，哦，这大神力啊，这个大神咒。就有人读读经就是这样来的，因为这个里面有。 那种不可思议的结构，而这个语词啊，你看经典经论里面的语词，绝对不是世间是非故事，它不是世间相，它不会去描述张三跟李四吵架，他拿了一一一把刀，他拿了一把枪，两个互砍，绝对没有这种情节。所以，它整个的对话里面都会让你不断不断的从凡夫的是非境地，慢慢的浮出来，浮出来，浮出来。 最后呢，在这个呃这些经文里游荡，那游荡那些意涵还是会啊、呃、透过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浮现出来的啊。那这个是大神咒。再讲到大明咒，就是明明就是明明白白，也就是它有照料的功能啊，能够令这个受持者破除众生的痴暗。 照见无明是虚妄，所以是大明咒啊。因为这里面呢、啊，比如像《心经》的话，里面有讲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最后又讲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那苦集灭道，最后又讲无苦集灭道。所以这里面是有层次的。那你既然认同佛教的理论，为什么后面还要讲化化为无？这佛教的理论又不存在？ 所以这里面会让你对于这个我“我我执”得破除之后，再照破这个法存在的啊这些意涵，那这个是照见无名虚妄，所以叫大明咒。那第三个叫无上咒，无上就是啊超圣意，就是超越所有的一切啊，能够令受持者直趋无上涅槃。 世出世间，无有一法可过于此，所以叫无上咒。啊，比如涅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像这些这么简单的语词是字，可是放在里面，你就会探探讨探讨什么叫涅盘。那波若波罗蜜多，这不翻嘛？那这个你也会去探讨它含义是什么？像这些呢，当你真正进入之后，真的是。 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所以世出世间没有一法比得过这个的啊，这叫无上咒。那无等等咒呢，就是没有一法可与之相提并论，也就是、没有一法跟他可以齐等的。无等是最高的意思。无上前面的无上当然是没有再超过它，无等啊也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提并论，所以呢。 啊，能令受持者成就无上菩提，是出世间无有一法等于此者，叫无等等。这个无等等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它有一段解释啊，《大智度论》讲啊，无等名诸法实相，无等，它的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。 诸观诸行无能及者，无戏论，无能破坏，故名无等。所以所有的观照啊，所有的诸行都不能够及到诸法实相。也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哪有什么语言文字可解释？所以它非细论啊，没有细论，也不能破坏实相嘛。所以无等。那接下来要讲了，菩萨得是无等，能于。 众生中生慈悲心故名无等等菩萨的名号，其实就叫无等等。他意思是这样：菩萨就是得这种无等啊，就是正入诸法实相。所以在众生中呢，就可以很自然的，因为众生跟自己没有两样，就自然升起慈悲心来度众生。所以菩萨就叫做无等等。这样知道这部经就是。 菩萨如何从凡夫出发，从四顺替十二因缘啊？那这五蕴当中如何超越而证得无上菩提？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啊，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。大家都知道，苦是三界之果。如果你在三界中，自然就是就是有苦果了。是哪个部分的苦？ 苦是三界之果，所以如果你心中还有苦，那不用讲，你一定是三界中流浪儿嘛。看你流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个能除一切苦，讲的是显示般若功能所获得的结果，也就是你修持所获得的结果，就是除一切苦。在前面呢，这是前后呼应，前面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 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度当然就是超越咯，超越到不彼岸去了，没有苦厄。但这个苦厄呢，有没有全面性的呢？到最后呢，能除一切苦，也不用度不度了，就是苦就不在线了啊。那因为这个波瑞有这么殊胜的功用力，所以受持者能够永除一切苦。 这个是总说了，这到最后了嘛，所以到了究竟涅槃，得证无上佛果，这是彻底的涌出一切苦的。就像说我们修行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了解理可顿悟，事需渐修啊，这一句大家能不能懂？其实说起来就八个字，就是常常啊，比如你在个别的修行上面，你一定会有一些佛法。 那对于自己精神层次的关照，对于环境的纳受度，那这个呢，能够破除我空，那对于万法的解读啊，也能够不再粘福而知道是虚幻。所以，当你这个道理能够彻悟，哎呀，体悟了空相了，不再粘福，这个时候理理正得了。但你环境里面的苦有没有马上超越？哎，如果你家有一个生病的老者。 那需要你每天为他打理生活，还有一个智儿啊，那还有很多很多其余的工作。那这个啊，你精神上已经不再感受到苦了啊。那这些呢，也不再以业来读它，他就讲圆满之圆满之菩萨道。但是你真实的这些，是不是在你顿悟的当下，这些情况就消失于无形？其实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超越这整个。 过程是不是要有一些因缘法，它慢慢去圆满的时候，所以事需渐修啊。你这个事上面要用这样子饱满的啊、哦，这个毕竟空实相波若这样子去圆满它，最后一切才能真的完成呢、啊。那这个地方从开开头到这里，是不是圆满了、啊？所以能成佛啊？这中间有经过菩萨的修行。 菩萨的度众生，所以这里面呢有无智亦无德，当然前面一定有德嘛。那这个这个都是一个行进间，而不是刹那的。所以你说这部经，如果你立立根气的啊，即刻开悟，理是悟了。那如果是你以圆满的角度来讲，菩萨修行毕竟要经过实修实证啊。 这个是有一些时间、空间、因缘的圆满的必要，这样可以接受哈。那不用读一读，哎呀，理可顿悟，那事不虚修。那这样的话，回去大家就好好开悟就好，是不是就有天人来帮你做饭呢、啊？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护法龙天的帮你洗厕所啊？是不是肚子就不再饿啦这些啊，都是进入了。 嗯，微妙的想象世界，就小心着魔啊！好，那这里讲到到了究竟涅槃，得证无上佛果，这、就是彻底的涌出一切苦啊！那苦的本源就是来自于众生的颠倒梦想。那今天呢，依这个波雷的关照，不管是显或是密，都能够破除我们的迷妄。 启发智慧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消灭啊这个无始的烦恼障跟业障，能够顿断,断生死的业因，所以能除一切苦。这个，呃，这个这部经啊是大般若经的精髓，而且里面重复重复的语词很多啊，就是般若的经典，它立一法啊之后还要大立荡一法。 那最后才能打闭经孔，那这里面呢，都是能够在层层的这种呃脱落当中啊，最后一定是能够顿断,断生死业因，就是你心中的那个无始无明，就是真、就是、真的是打破无明科臼啊，那所以除了一切苦，因为你看世界就是不一样。 那我们众生看世界，就是会有来来回回的矛盾。但是如果一呃，真的是破除无明的，它不会矛盾回来啊。所以这里讲真实不虚啊。那真实不虚，这在这里有两种含义。第一个含义是叮咛啊，叫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接受啊，劝信义，叫叫我们。 规劝我们一定要清净的相信，就是呃这个修行啊，就是波若波罗蜜多，确实能够能够呃破除这个无始无名。所以叮咛你要好好修持，照这样子是没有错的。那另外还在讲这个咒语啊，这个咒语你照这样持你也要相信，确实有这样殊胜的功用，所以。 啊，真真实实、老老实实，不要怀疑他。然后佛呢，啊，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于者、不异语者，佛不会打妄语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绝对相信不疑，才不会失去此波蕊的殊胜利益。像这个学佛，要完完全全清净性，不是一天两天。 不是，它不是一下就可到达的。所以有些人他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从自己心性上、心性上修行而体得清安自在、正务上面去肯定佛有大王，那由自己的呃这个心念的改造、行为上的持守戒律而感受到，欸、真的消灾解厄啊。 那这对于过去的因缘，现在的果报，其实要认真去接受它，你就会了解佛如实如实说。那这是大家所必须啊，至、呃、诚恳切信受奉行的。讲到至诚恳切信受奉行，在座同学办得到吗？哎，办得到。哎，可自主的时候办得到。 <laughs> 我相信至诚恳切，不能自主的时候，总是会以为有方案一、方案二，总是想着有好多不同的方案，是不是可以来辅佐？那、嗯、是我应该现在是安住传定不动作，还是我应该积极的去争取？那这个是叫呃应呢，还是应该不应？那如何应而又不应？是不是都是会有这种的矛盾？其实这个就是。 对于因缘跟自己呃所处的一切的这个关系法啦等等的实相，没有真的看明白，这里面就是还有闪烁的一面。这就是那个闪烁的一面，还没有放下。如果这闪烁的一面放下之后，哎，这一切大概就会了解，没有第二个方向，他就不会有方案一二三四五。 没有的，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决定。他们有那种，嗯，就是所谓实相般若，这属十相般若一定是面面俱到，一切都是圆满的。那第二重的意思就是就近意，真实不虚，真的是这样，这是就近的。如果我们修行只是为了灭除见思烦恼，了这个分段生死。 是、呃、只是解脱一部分苦，它不是毕竟的那真实的脱苦，就是要三或完断，就完全的、完全的没有了，二十永亡，才可以叫做真实的解脱。那这部经呢，《心经》，它所说明要修正的结果，就是能够做到真实的解脱。这个不虚，就是。 没有错的意思，没有错谬，也就是依般若修行可以得真实的解脱，能够永除一切苦，就是肯定在肯定。这个不是所谓世间人说啊，外板办法你都丢啊啦，是讲卖瓜说瓜甜，不是这种佛法，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佛所说的这个办法，这、就是。 历两千多年来，很多古大德照这样实修而证明，他是不不虚妄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，我们不用在这里还产生了一个好奇的啊，那叛逆的自我要来否认这些。那最近呢，有一个年轻的佛子啊，啊，二十几岁，很年轻啊。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多年来呀、啊。 对于生命的探讨很是努力呀、啊，在心性上面呢，个人心性上面呢，也有一些、呃、学习、啊。不管是用心理学的角度呢，或是用佛学的角度，呃，他都掌握的很好。嗯、呃，这个年轻人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啊发了一个感叹的话，他说哈。哦 如果说我才二十几岁，我都觉得生命有好多好多累积出来的乐色。然后在我生命里面，我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啊。他说：“我的父，我的母，我的师，我的兄弟姐妹啊，等等的啊，啊我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没有缺点的人。”他说：“壮士可师傅，我再怎么看你也一样是有缺点。”我说：“你说的不错呢。<laughs> ” 我说你说的不错，哎，这些都是主观的嘛。他说我在想啊，你真的没缺点吗？你未出家前，我相信你也是缺点啊、哦。我说对哦，那可真是大漏哦，我不是没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缺点，那他说他就说了，他说所以呢，我不觉得有一个从头至尾都是清净的佛是没有的。他这个举证很确实。 他这举证很确实，我说对你所说的是对，因为佛也没有说有天生的世家，他也是一样有在有说到人只要生存下来，你就一定有具生我知那这些的分别之见，你在所有一切里面就会不断不断的自己结构起来，所以既然结构了，就要再拆解它，清净回来啊。那他就说他这个。 呃，思维性很好啊。他是说，所以佛他在开悟之后，难道不需要再去做就是结尾的工作吗？他不需要再去做一些他不圆满部分的补充，跟不满不圆满的部分的这种呃收工啊，就把这件事情在做完的这个过程吗？我说有，确实有。譬如呢？ 罗侯罗是佛唯一的儿子。那罗侯罗十几岁就进入僧团，当当然呢，那个是呃还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修行，年轻嘛啊、哦，孩子还有一些习性，所以呢，纵使佛再怎么指导他，他还是有他的一些习性。那经过了一番彻彻底底的惭愧忏悔之后，当然是相当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就开悟了。 啊，那他说，所以佛对于这一段，他是属什么样的功用？呃、嗯，这个年轻的学子啊，他就说，他属什么样？他这一段是属菩萨道，还是罗睺罗的开发，还是属于他自己的赎罪？同学，你想呢、啊？他说，如果世尊他是一个开悟者，然后他出罗睺罗出生的时候，他就在他的身边。 那今天罗睺罗会不会从一个孩子襁褓中的婴儿，一直到他成长的过程，都不再错谬？那当然没有啊！世尊是离开罗睺罗的，所以最后罗睺罗回到僧团没修行的时候，也制造了一些僧团的是非以及自己啊、呃、修为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年轻的学子他就在追究这个前后关系。 他说：“如果是与其这样，那以世尊这个人而言，当然他对佛陀是非常感兴趣。我是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好。他感兴趣，最后对于佛的一生的这个生命历史过程，会有一些探讨跟学习嘛？我过去对佛也很感兴趣。说实在的啊、哦，他说，如果以世间人来讲，佛陀既不是一个好先生，也不是一个好爸爸，更不是个好儿子。啊、哦，他什么都不好。” 可是，难道进入僧团这些人的教育，跟他们对于佛的期待跟怨恨，不一定是怨恨、无奈跟那种呃内心不公平，说觉得他过去去亏欠我，这些想法都没有吗？我说绝对有，绝对有。他的父亲一定不谅解他，他的妻子一定哀怨嘛，是不是都这样？甚至甚至于他的这些堂兄表兄弟们，也一定是对他。 有一些前面的想法，那这些呢？你要给他解释说，他他们的怨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他们的无奈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佛已经是成就的佛陀，他过去都没有历史，那他过去是是完完整整的，就是一尊佛。这样说太牵强，因为以世俗的观念，这是建构在世俗人的想法。 然后最后我们谈了很久之后，他说：“所以在我的心中，佛的前段不是佛，佛之后有一段工作，他是在赎罪，在圆满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你用赎罪跟圆满的角度来看，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适用？”他说：“以世间人的角度，他是应该要赎罪。” 那以你们修行人提高了这样的语词，它是叫圆满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是内心的感受问题。你以有为法来看，它叫赎罪；你以无为法来看，它叫圆满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内心已经没有罪相，他也没有罪性，他认为那个就是因缘而缘起。了解他性空之后。 只是以前各自都有一分无明，所以没有办法去懂很多。这样说给同学听，你对于你现在修行佛法，还会一直停留在赎罪跟圆满当中的这种对谈吗？不会哈、哦，不会。但是这个年轻人，他谈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我倒是赞许他。我认为他这种确切的态度是好的，所以。 对于他自己生命里面父母亲给予他的，或是同学，或是他成长时候的所谓公平不公平，通通都是一股脑的要放下，因为你在说他是赎罪，或是他是圆满，啊，他是罪人，或是他是成佛的指导者，这些都还是客观的读法吧。真正的是在所有的实相中丢掉这些语言，所以最后是他的所有。 眷属们，罗侯罗，还有啊，他的呃摩诃波士波提，还有耶稣陀罗，都是正果的。重点是正果。如果光是佛一个人，他已经得大无畏，啊，得正菩提，所以心中不再有这些挂碍。而这些人一味的恨他、怨他、要求他，满足不了，永远是这样，那佛就不厉害了。 佛法就不是真实了。佛法的真实，就是能够让众生翻过世间的想法，也就是是非的这些想法，在这个真理之下，你就会自然的去向无为。那你学习之后，就是要丢掉那个有为恩怨情境结构，对不对？如果以你一直留着情境跟结构， 不能了脱的是自己，也就是自己那颗心不愿意走出来，与佛是无关的。那当然，这里面佛一定不会用世间法跟他的这些眷属呼应。如果以世间法呼应的话，那就不是一个指导者了，知道意思？所以回去之后，你要不要用你的世间法跟世间人呼应？你的世间法是在于他必要时候的方便，而。 要带引的是出世间，啊，比如说你的你的家人告诉你，他非常非常的爱你，爱到痛哭流涕，你会怎么回应？当然，就两派啊，一派就说我也非常的爱你，啊，可是这个爱我是要提升的，我不可能，我不想跟你永浴爱河。这答案一定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失望，他失望，对不对？ 他非常的失失望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呼应？可是你的呼应有没有有一点？有,有，还是有一点呢？我也是爱你的，那是那是爱的属性在变化。而答案，未来的关系法不存在呵呵，对不对？这上面众生要的是什么？它一定有时间跟关系法的持续性，但是修行人就是要解除时间跟关系法的这种不可变异。 那就是你应该持守的态度，你应该代引，那你应该给予他读懂的角度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然还有一些过程，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卸掉你的身份。或许你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，或许你是夫，或许你是妻，或许你是母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但你的心中要把握好自己那个真正学佛的态度，决定意。 啊，这个呢是清净的，让所有的家人不再用它黏腻的这种表态来把你束缚着，你也不被其束缚。啊，这个就是佛法真正要实用的点啊。那这一段呢，讲到说，如果依波瑞而修持的话，可以得正菩提涅盘，所以无疑的啊，这个波瑞是大神力的咒啊。 是大光明的咒，是最高无上的咒，是没有可以相提并论、超越无比的咒，所以能够除一切苦，是真真确确的事实，没有虚伪，大家要相信。这段的经文就这样，那是不是很清楚了？但最后的这一段经文啊，就是四十六页。 那四十六页就要把这个呃咒语给说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故说波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”所以啊，就是波若波罗蜜多咒呢，这个咒已经说出来咯、哦，那他的功德也说出来了。 这个咒总共只有四句，十十八个字，就是四句十八字，是很容易受持的，而且有不可思议的功用。那如果能至心念诵，自然可获益呀、啊。那有没有必要解释呢？当然，这个呃，以咒而言，都是不需要去解释它了。好，所以咒语就叫陀罗尼。那我们中国话翻译。 叫做咒，那这个咒直接翻它的音，那不翻它的意思。那咒呢，也就是总持，就是总一切的功德，持无量的意力，持守而不失。啊，那这个总持里面呢，又有一一重的含义，就是总持一切善法，令不失去，也就是这个善它不会摇摆。总持一切恶法。 令不升起，你也不会去造恶，连这个动念都没有啊。那这个咒语也有翻译叫真言，也就是诸佛真心宣说出来的，那也叫密语，也就是诸佛秘密不思议的语言。那凡夫二乘不可能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凡夫啊，只是就是照着这样啊这样来持守。 那也不需要去明说。其实这个咒不知道它的含义，你持手的时候还不会分心。有的时候知道太多含义还会分心呢，因为我们在义理上面就会自然的有一个思索的重点。那如果你是对文字像比较没有办法抛的人，你就会一个字就进去要思索它的意，那所以有些时候会进入到呃一一个有为的思辨。那如果说， 你能够总持，你要知道它的实相，那只是总持那样的清静总持那样的清静那这个咒语，也就是要跟这个总持清静啊是吻合的。因为有的人打比方是这样啊，有的人他的根气是他身口意其实是分开的，他是他是很散乱的。很多人的身口意是很散乱，他看一个东西，然后。 在读那个东西，马上心里就想到别的东西，然后心中又有一个昨天的烦恼，悠悠的在那里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精神分裂，五马分尸？啊。哈，这个真的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看，然后看也不是看得很清楚，想也不是想得很清楚，忧恼也不是忧恼的很痛快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你念佛，打比方，可是念佛用嘴巴念住阿弥陀佛。 自己听进去，阿弥陀佛，连带的把你思维里面的那些分散的那些讯息，回到这个阿弥陀佛。那你这样子，有口而耳而心这样子的运作，能够集中，而不再散乱。那不不针对于你看到的物，也不针对你你碰到的事件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念佛法门就是适合你，因为你可以。 给他一罐，可是还有一种人，他是这样说：“他说我嘴巴念阿弥陀佛，我的心在想，我阿弥陀佛。<laughs> ”那我的情绪留在昨天。啊，那有的时候是说我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就心中有另外一个阿弥陀佛是谁？我干嘛念他？啊，那这个这个这个人就不适合念，他念佛。 不知道真的念佛是怎么念，然后他是怎么怎么一贯的？像这种人，你要教他念一勾二两一后，我我怎么做缓呢？我怎么做缓呢对我一点嘛都不帮助啊！我都要用话叫我帮助，又要喊佛，啊，就是、念佛，他就变喊佛，喊半个小时的都烧香，够兼脚舔的，一直讲，你都无开啊！就人就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性，知道吧？ 这有不同种性，还有一个人，这是举例啊，说众生根基差很多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有个师兄就非常好意的介绍他念佛了。然后他念佛一瞪起都静静坐遐两分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你不觉，忝也忝困起啦。伊说哦，啊这两分钟变做安眠药嘛是不袂歹。你讲啊，你为什么念佛还会念到睡着？因为你伊我嘴巴在念佛，我完全跟佛没没关系啦。 我完全没关系，我还是那个阿弥陀佛，对我一点都没有产生作用力，一点都没有。然后我嘴巴念阿弥陀佛，其实心哦、喔，就是很专注在想哦、喔，在想我的烦恼。他那个他那个专注在想这个烦恼，跟跟这个阿弥陀佛是完全同存的、啊。然后他这个这个烦恼一直想一直想，我想,想到哈、喔、自己。 就这样，哎，你好、哦，两毛米的胡椒干呢？这样知道吧？他有一个姿势，因为他专心在想他的烦恼，在想的时候，他会失控于他的外形，所以就安尼，<laughs> 啊，吹掉，毛米豆，把头盖盖。其 <laughs> 实你们没有看过，这样知道吧？好嘞 <laughs> <這樣>，然 <laughs> 后、啊，心肝在想伊烦恼，心肝就怕病安、啊、尼，结果烦恼 我, <laughs> 我本来没有加上念佛，还没有那么累，<laughs> 又要记得那个嘴巴要念阿弥陀佛，就跳了，我不歇不歇。但是叫他禅修就马上 OK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念头啊，然后他已经忘记他的形象，对不对？然后叫他禅修，说：，只要喝，这样呼吸，你就注意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 就教他这个办法，然后他就进入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他就注意到这个，他反而那个专注在自己想烦恼的那个心不见了，他回到一、哦，偶尔就跑出去，啊跑出去，哎哎又会回来去数一，所以他就和，他就和，于是那个介绍他的那个念佛那个师兄一共。 我觉得你很奇怪，你干嘛花那么多多时间在那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？你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无限功德力，你就能开发。你讲，那你也不是我。你讲，那你也不是我的。阿姨家问讲、啊，阿婆你念阿弥陀佛念外外久？你那色心？你讲 <laughs> 念了三年？你讲我三年，我念三周嘛开哦？这样知道意思吗？所以这三不知这三啊。 这一三不知，这一三其实就是相应问题，它就是其实就是相应问题。所以这样说佛法知道意思吗？就是你要种持，可是能入。有的人要用意而入啊，有的人用种持入，有的人是这样可以可以入啊，可以一贯的真理啊啊。那、嗯、这、就是讲到咒的时候说的,說的笑话哦。那凡夫二乘不能知啊。 那诸佛真心宣说出来的，这叫密语啊。那这个咒有神妙不不可测度的功用力，那我们不需要去解释它。你只要一心持持诵，久了自然啊，自然就会感悟到那种效用，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如果说你持咒持久了， 在短期间内，身心就会安宁下来，啊，那甚至于可以消灾灭罪、增长智慧。其实，所有的法门都是定，法门是属定学，它属定学。所以，如果说你的任何法门，一定是达到定，就是从有漏的定一直到无漏的定，是做一样是，是是是这样的答案。 那最后透过这个定之后，到无漏大定，能够解脱生死烦恼，因为你清净的佛性现前啊，那不再这种烦恼杂染无明的这些分别见也不起惑，所以就会就会开悟，助证无上菩提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点啊，所有的功夫都可成片、啊 只是有没有下功夫啊？所以这些秘密、不可思议的神咒，我们要知道它的作用在声音，而不是在它的解释。它作用是在声音，它由声而带入。那我们呃，娑婆众生耳根耳根很很利嘛啊，所以啊，它是由声音来带的。而、啊、这个声音具足了很多的的意义，你了解意义。 导致又又比较复杂了。那回来总说啊，这部《波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如果标明它叫心，也就是很明确，是要我们依波瑞关照而证入正悟真心嘛？那所以啊、呃，前面有说种种的空，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所以显说波若的时候就。 谈空，这就是为了破你心中的任何的执着。那最后总说这个咒是要除心中的所有的障碍，对不对？你修行一定要有你理解的部分，还有你用功的法门。你所有理解的部分跟法门是不冲突的，这些理解的知见部分就是帮助法门，就是让你帮助法门，而法门的使用啊。 比如说咒语的部分，它就是属持手。